先建立新伙伴关系哈，我们好好谈啊，冷静冷静。好了，我们就继续开会啊，继续开会啊。现在好的资料，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赶快装。总召，总召这边，委员呐，委员有来就发给他们，先发这里的，然后再来一份给院长啊，先发委员跟主席台。谢谢。国民党。各党团现在手头上都有嘛哈，请大家看一下，看有什么意见。要不要先开始交换意见？看哪一个？看起来哈，是我先讲，就是你们先讲，没有关系。哪一位要先讲？啊，你先讲、啊。今天下午大家特别客气。好，我先讲国民党的，国民党就是提到的，包括国防部，还有国产署。我们国民党，我讲。我是说这个版本哈，那请问就是如果其他的所管其他部会管理的国有地，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把这个加进来？好，这是一个哈。是不是这样哈？就换人了。对。好，来请陈立尊委员。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主决议的内容啊，等一下回答陈教授委员的问题。我们提出来是，就是现在内政据了解，有内政部住租中心常常以新建社会住宅的名义，依公告限制向国防部洽购闲置土地，但事后不将这些土地原地盖社会住宅。我们这边是认为说，如有上开情形，国防部应立即将该架构之土地原价购回，国产署也应依前开原则办理，并且国防部、内政部、外交部及其他相关单位应将相关资料送交立法院备查。那刚刚陈教授委员所提的，比如说经济部可能也有相关情形啊，点点点的哈，那就是其他相关单位。我们。
我们提出这个案子的目的，我再阐述一下哈，就是说，国防部用这个比较低的，就是比较低的低于市价哈，就公告限值啊，比市价还低的这个价格哈，把这个土地由内政部驻都东勋去洽购。洽购以后，一个刚刚的例子来讲，说比如说如果有33块土地哈，大安区、中山区哈，以台北市来讲，大安区、中山区全部大概有33块，那33块他们比如说拿其中的举例的哈，20块去当社会住宅，那剩下的13块，20块去当社会住宅，比如说在中山区的20块去当社会住宅，另外的13块就哪来不是做社会住宅？那他们现在做法就是也是像民进党所提的哈，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是剩下的这个20块，就打算来比如说跟建商合作，这时候住租中心就变成地主，跟建商合作盖的，比如说豪宅，因为大安区的土地一点好嘛，盖了豪宅以后，他们是说这个钱当然后来所赚的钱是会放到这个兴办社会住宅之用，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有炒作土地的嫌疑，而且这个中间的合作过程中是不是有可能产生相关的弊端了哈？我们所提出来的疑问在这里，所以我们才觉得，因为土地争议、居住争议都是国人所非常关注的，所以这些土地的原来国三署也有规定哈，就城镇那边是有规定，500坪以上的国家土地要卖的时候，500坪以上是不能卖的。那现在利用这个巧门，以新建社会住宅的名义取得了很大片的土地，然后最后不是都完全全数用来当做社会住宅哈，那这是一种巧门。那事实上也助长就住宅中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地主，然后变成跟建商合作，事实上也助长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助长可能助长土地的飙涨，然后接着没有完全达到居住争议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提出这个原来用什么目的拨用就去做哈，社会住宅大家都非常支持，但是如果你土地不是用来做社会住宅，那就应该再买回来。谢谢。好，柯总召，我在这里还是很冷静的跟大家讨论一下哈，什么叫住宅政策，什么叫国产法，什么叫都跟中心、都跟条例，这是都是我们立法完成的。当然国产法是在马政府的时候，好，那都跟条例的修正乃至于都跟中心行政法化都是以后的事情，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社会住宅，因为年轻人买不起高房价房子嘛，所以我们要如何把成本降低，盖很多社会住宅，这个是第一点啊。然后我们要先看这个政策是方向走下去的时候，我们看我这个国民党的提案，第一个公告限制向文化部洽购。所有政府之间的土地啊，不管是国防部或是任何部会，都属于国家的。所以国家之间的土地买卖都是用公告限制，因为这钱跑来跑去都是国家的，这不会跑到私人，这一点先念弄清楚。这行之有能哦，政府之间都是用公告限制啊。比如说我们新竹市要盖一个学校，还是金黄的土地，我们哎呀买回来啊，这个观念我们先厘清哈。那你说这个土地要在这个土地不能啊，那这种这个土地一定要盖社会住宅哈，这是一个国家资产，国家资产的总整理哈。那这个我们的目的就是盖社会住宅，但是在台北市这种金华区、大安区、中山区，不管怎么样的土地，这些土地何其贵。所以我们用公办都跟，然后他们用分回来的钱再去盖社会住宅，这弄没绝对没有投入到个人去。那公办都跟谁要来做，当然就是公开招标。所以这一点我们把观念先理清。所以我们本党就是说，现在有一块地，就民进党委员所比较关心的这块地哦，这块地本来哈，我们是从经费局买回来的。国家从经费局花了40亿，从经费局买回来，那最后要盖这个都更，那经过台北市政府审议，都市计划变更以后，然后要盖这个，在这个都市更新把这个盖出来，因为这个精华地的土地，你去盖社会住宅是没有任，它是一种
效益上有一定有问题，反向的嘛，哈。那您立法委员的最主要的关键重点在这一在就出现的，大安区里面有的这块地，政府花40亿去买回来，要盖这个独耕，好，然后呢，立法委员也开过公听会，也在委员会里面也吵过，也就是他认为这一块地应该来关公园，因为当地的里面哈。因为里长怎么澄清嘛？那我知道，那是大安区是台北市公园最多的嘛。安区的头堆，你只要不能盖都跟盖房子，要盖公园，那这就要走程序哦。再把它变台北市政府再变回来为公园用地，公园用地变回来以后。台北市政府要作为公园，请台北市政府拿40亿来给国家，我就花了这个40亿，然后给一个公园，那这个就不通了、啊。好、哦，当然当地里民的期待，这个我们可以了解。阿选区的立委对于当地里民的陈情也必有反应，但是这个逻辑要讲清楚。那我看国家开始在有一个金美旗会这个头队来，还是等到去那当然去那个里。公园附近的人当公园，而且这经过都市计划的程序全变更完毕了，那就要重来的话可以啊，再把它变回公园用地啊，未来公园用地，那这土地谁？这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拿40亿来买回去嘛？不然怎么可能中央政府花了40亿去弄给弄个公园？当然这个逻辑啊，那所以我那您好，接下来一提就是说，这些它本来就是。金美土地是机关用地，你经过变更以后，他要求将来这个用地上钱，那我们同意嘛？啊，这种同意。所以我们的提案就是说，针对我住宅中心已经被及近期以公告限制移转的公有土地，那都我刚才讲过，行政变更土地用于新建社会住宅，不能用于办公办都跟啊，原要求。住宅中心，哈，我们这边有所有要作为社会住宅使用，都没有错。变更的都市计划的地，啊，仅可以采用地上权依然处理，按照林老人要求，那我们好做这样也没有关系。如果变更使用，需要经行政同意嘛？这个是如此嘛？你不能说我选民说这块地我还是有来做搞工作后，然后他们早上来运动打太极拳，然后经过都计划时候程序，政府花钱买的，台北市政府同意了，可以盖这个都跟的，你说不行停下来，全部给我变成公用地，那我们再总统程序嘛，台北市政府你要把公用地也要再从电梯再改为公用地，再走程序完毕以后，哎，那谁要出这个钱？那么台北市政府拿40亿来啊？那我们这也没有关系，这也可以处理啊。所以原点就是这样而已啊，请大家啊考虑一下。那所以对于两党的提案哈、我想然后不同意见的话，那在院会里处理就可以了。道理就是这样吧，因为讲建筑用地变成公园了，按、啊、没铁心来，啊不上海的话起建筑，啊刚才李明他们打他以前在运动，他、啊、这个已经做走完程序了嘛，所以程序要退回来，好，对啊，40亿给金门已经拿走了，好了，台北市那我讲一下，台北市政府做个公园用地，那你台北市政府要把40亿拿来买这个地吧，好，大概是如此嘛。我要讲错没有关系，大家再重新讲哈。好，那我是不是也我们这样用极短时间来处理这个案子哈？只要会有疑虑哈，我要请发市长来到现场好不好？不要了，不用了，来那个，我们让戴委员来。那个老柯刚才讲的话语调比较平和了，听开落去哈。但是请你坐在这里听一下，你听一下哦。我不要听了。好了，我们去不分了啊。那个哈、请看你们的主决议啊、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哦。但是请看我们的主决议，很简单，就是当初住都中心去洽购。或者拿到政府的地，你是说我是要社会住宅，以后就要住社会住宅嘛？阿弥娘娘，我们提案这么简单，
我们的提案很简单，请看我们的提案，请拜托真的仔细看一下。我们的提案就是说，你当初拿过来是要盖社会住宅，你就要盖社会住宅。如果你不盖社会住宅，做其他的用途，就其他用途，请你，请你就相关的单位，比如像国防部，因为就把它买回来。好，买回来重新使用，因为你当初住宅中心就是说我要盖社会住宅，他卖给你的，啊，你结果你过两头卖狗肉说我不盖社会住宅了，那这样子应该把它买回来啊，因为否则我就不要给你啊，为什么要给你呢？啊，你讲政府都是政府的，老实讲，行政法人哦，一半一半的哈。就算政府的好的啦，即便这样子，我们这要求这么卑微一个要求，没有任何的刁难，就是大家讲实话做实事。你既然讲说我要盖社会住宅，我就盖社会住宅，你不盖社会住宅，程序要重来啊。你比方讲，哦，我社会住宅退了，我在大安区叫你站啊，盖社会住宅不拆，这造福年轻人呐、啊，让年轻人在台北市可以真的可以租下来，而且社会住宅一般住就一次住三年而已啊，三年以后还在轮流啊，对不对？这个很清楚，我们是照顾年轻人，所以我们的提案这么简单，请民进党的各位的党团干部们好好看一下我们的提案，好。不要说只要你们的，然后就说去表决。我觉得这个案子，你可以改我们的，改到我们同意可以。啊，你有你们的提案，我们来看。我们如果能够接受，我们也可以接受。两个案都通过也可以啊。为什么说一定非得去那里表决？要去表决，结果就是觉得你们够，我们不够啊，对不对？我是觉得说，朝野协商就是朝野协商，大家彼此尊重。我们只有说讲实话，做真事。你既然讲的说要盖社会住宅，就盖社会住宅。阿林娘娘，如果你说我要盖社会住宅，结果你不是盖社会住宅，对不起，程序重来。阿林娘娘，我们的提案这么简单的一个提案，啊，然后老柯讲一堆，我没有讲个案，我请大家不要讲个案了。这跟林华委员什么要不要盖公寓，你没有关系的，不要乱转移中焦点了，好了，没有讲。他当然去赚很多地啊，有，不是你不要把它转移焦点嘛。我们焦点，请你好好的看，心平气和，像你刚才一个人语气啊，你哦，我调的明白了哈，啊你慢慢讲，语气调好一点，慢慢讲哈。那我就这么一个中心思想，你说你要说我盖社会住宅去洽购我们的国防部军用的土地，你就盖社会住宅。如果你洽购之后你要改变啊，请你程序重来，啊，你明白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不要讲其他太多了，不要被扯到利益化，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的了哈，不需要把它转移焦点到啊，你好像很复杂啊，你表没有转移焦点，因为你一会儿讲了，你一会儿讲这个，我还没讲啊，你听到？不要把我插嘴嘛，你不要把我插嘴，我就这么简单。傲没傲，拜托，好好讲。这么傲啊，这么傲，我的提案写这么清楚啊。这个我们的党团好几位中午都没有休息耶，我们大家集思广益，大家用了好多脑筋想出这么好的一个提案。各位请看一下这个提案，你帮我们改嘛，你觉得什么地方不好改一下嘛。按你们的案子提出来，我们可以讨论，我们也可以支持啊，我们改一下可以支持啊。两个案子都通过，不要说两个案子都单个去表决，而且表决都等于很简单的一水戏，要把我们干掉了，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接受了。林立华委好，谢谢。的确就是说，我现在提的部分主要是讲是用一个个案来谈全部了，因为终究33块地里面，就是我们还有发现嘛，就当初住宅中心跟国防部讲是说要做社宅嘛，哦，那后来我们才知道说有13块地不做社宅了。那这13块地里面呢，现在就是说要拿来所谓的益住基金嘛。如果说了，我们在益住基金，我们同意让政府做拨补啊。如果要让基金有些钱，我们就用拨补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用把这13块地，然后变更地目变住商，然后就再把它卖掉，尤其很多是超过500坪以上的部分哦。所以呢，这是第一，我觉得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再来呢，其实。不要回到那块地，地方也不是要公有，我觉得他就讲个极端了，
山区大家其实希望是维持机关用地啊，没有说什么做要全部做公园，所以那我想不要花太多，以免被转移焦点了。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党团的部分刚讨论出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就是原来要做什么，跟国防部说是要做社宅，那就是以这个原则来做检视。如果不做社宅，那就请国防部把它用原价来买回哦。所以今天讲的那是叫做逼不得已的最低底线啊。可是我觉得今天如果有更好的方案，我们当然用更好的方案，因为说真的设定地上权一样会有炒作房价的问题，一样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有更好的方案，我们当然用更好的方案哦。然后再来我看到的是国防部33块地里面目前有已经移到国产署是18块啊，也就是还大部分都还有15块还没有移出去哦。所以就建议说应该是原来的部分如果不做社宅就应该停下来了，那如果呢已经移出去的但不做社宅，那就按照这样的就是应该要让他买回，就回到我们党团刚才讨论出来的原则，那这样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整体通案的一个适用。好，就一样我们不谈个案，谢谢。好，卢淑芳委员。好，我们现在讨论的部分的争点哦，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居住正义哦，我们各种不同的说法以外，其实我们都一再强调我们的包括国防部、内政部跟财政部都是依法来行政哈。那除了我今天早上有提出来，台北市政府现在在做都审啊，听说我也了解他们也不反对哈的状况之下，包括我也问了哈这个财政部的国产署哈。他们也是支持的哈，就是说按照驻都中心的设置条例，因为有法源，所以并没有反对的理由哈。那国防部在变更用地的时候呢，必须要经过营建署处理啊，所以也没有反对的理由。所以事实上，在所有的行政程序呢都走了哈，而且呢都是公开跟透明的，也有举办像公听会也好哈，或是在审查会里面也有地方里长的声音了哈。那国民党所提的这个主决议里面呢、啊，我觉得比较有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国防部应该立即将架构的土地原价购回。我不认为国防部啊现在会同意把架构的土地原价购回。如果按照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原价购回，恐怕需要准备40亿啊，这个很奇怪哈。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变更都市计划的基地采地上权方式处理，我相信我们在早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个，所以我们把今天早上民进党的提案里面呢，把它仅得采地上权方式处理也把它放到我们的主决议文字里面了哈。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很平和来处理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因为大方向大原则大家如果都不反对的话，大概就是里面的处理的方向哈，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不管是要讲居住正义也好，或是程序正义，一定要依照法源，现在的法源，依法源来处理会比较好。以上。陈嘉华委员。好，谢谢院长。我基本上觉得那个国民党写得很清楚了哈，啊，只是我是担心啦，因为譬如说刚刚温委员也提到，好像台南市他们跟国防部买的地很便宜买到，然后他们又转售，交换以后，然后他们又用高价卖出，所以像这种，然后又进行都更了哈，又进行都更，所以我是担心说我们现在在土地的再利用的部分哈，尤其是国有地的交换啊、贩售，我们都没有相关的规定啊。那所以说在我这边写的部分，在后面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把哈，就是相关在内政部针对社会住宅新建或都更的这个土地的再利用哈，能够订明确的规范，还有法制化的这些部分哈。所以时代力量希望这不是个案，因为由几个例子看来，不只是国防部的土地哈，也包括其他，而且主管机关也不是只有内政部哈会做这个事情，还有地方政府哈也有在进行相关的这个土地的交换啊、贩售啊，还有都更。好，
我来向各位先进建议啦，因为现在啊，这个几个要发言的书上，刚才都有第一轮都发言了哈。建议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把国防部的哈，把它我们一直走，那这个先保留到国防部完了以后。就国防部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再来。这跟国防部有关系吗？不在的，要先行。对啊，啊，很多资讯要讲清楚。这个数字是错的。我们在讨论这个数字啊，因为现在花40亿向金贝吉买这块地，这是这个事实啊。我们先讨论，快要讨论到了嘛？来，不要不要为了，因为的确这是跟国家国防部有相关的。因为我们早上同意说，设定地上权嘛。你看过，你没有同意。你说你早上一直讲到说你要钱，怎么？你早上讲很大声，到就知道嘛。我们回归问题的本质的。大家冷静的讨论哈。我们回归这个地是报行政院，行政同意部分来做啊公办都跟，这是基于财务的考量嘛。所有这些钱将来都是要做社会住宅用的，好像应改金一样。那你这个。那个公办都跟以后的钱，所有的钱，不管什么钱，不会跑到私人，将来都是盖到处去盖社会住宅，或者哪来的钱呢？所以这个可以冷静讨论的。好，那就变公园也不可能嘛，啊！我看休息五分钟。我要讲啊！我要针对他讲的来讲。我们继续讲也是不会有结论。会啊。那我们现在这样。会啊。所以这个如果会有结论，就是待院长了哈。不是，那不是。那真的讲五分钟以后才有结论呢，讨论才有结论呢，要讨论呢。我们在这结论，我这个主持啊，我不会主持啊。是吧？啊，就是要你主持才会有结论。那这我们被卡死，这你刚刚后面有5000万呢。你哪方被说两个都变成不是讨论才会讨论出道理啊，讨论出道理了，讨论出道理。所以说保留嘛，不会没有一个案子。因为案子像卡是以后早上是外交部这个来刚刚刚从刚其实这事情很清楚吗？等一下案子国防部拨用这我们杜都中驻都中心拨用这些土地就是为了盖社会住宅嘛，没有错啊，这个前提很清楚嘛。杜驻都中心是什么一半半？当初财政部不是有规定500坪以上不能卖，就是避免土地的炒作嘛？这个大家众所皆知。驻都中心为了就是为了要盖社会住宅才可以用这个名义去跟国防部拨用土地嘛，这个前提就是这样子嘛。他当然是用这个名义啊，不然他说我要买土地卖给建商来拨用，当然不会用这个名义啊，他就是要盖社会住宅。那这些本来很多地就可能在金华区，跟不是在金华区嘛。那刚刚柯总道又说啊，金华土地来盖社会住宅好像很浪费啊，明明你就是用社会住宅名义来拨用这些土地啊，所以就照拨用的目的使用，如果没有照拨用目的使用，那看怎么处理嘛。你也同意要照拨用目的使用嘛？来盖社会住宅就是邪恶设施，是一个很你刚刚说很浪费是吗？房价是造成浪费，那你当初就是用社会住宅名义来拨用土地 所以我们你的意思是整个财务这个金华区人就没有资格住在这些地方吗？这个资产就是广用嘛，广财务区要说可以用政府拨补啊，你不能用炒高别的地方。拨用目的就是要盖社会住宅，现在告诉拨用来用，你说这些太精华，我不能盖社会住宅，这样不是矛盾吗？违反拨用目的哦。不是要盖社会住宅，现在又说精华区不能盖社会住宅，那你拨用卖地赚钱，当机对啦，是拨用来卖给那个盖豪宅，当做自己的。对，还是要说明一下，因为终究刚刚那个40亿，
不买的土地哈，这一块又盖设备住宅，这样就好了。那大家同意，我们这边对吧？可以了。好，这样可以，但是后面再就好了，不都有其他用途了，那个。啊，就盖设备住宅什么用途？就加一个这个原地。原地哈。好吧，就那没有所谓光度啊，把钱拿在肚里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样可以。光物的钱已经跑到去，这样才是成立嘛，就改我们的，我都改。啊，这面对这个问题哦。好，要面对，面对。这是会更深入的问题。当然要面对啊，当然要面对啊。当初其他的单位是其他单位处理。当初破用是用社会住宅名义，就是拿来盖社会住宅。好，那不要再讲了哈。对吧？我本来要讲啊，刚休息，我要讲都什么休息都不能讲。财务计划问题，假如你这块地哪来？一部分拿来做杜根都跟可以赚多少钱，然后回到杜根中心去。政府花钱做社会住宅，还可以盖很多社会住宅，好，没有关系，那照这样就好了，好不好？也就是说，住都中心，当你要决定要买什么地，你一定要好好评估。既然买了，你用盖社会住宅的名义，既然去买了，那当然就盖社会住宅。如果说你评估不适合做社会，你就不要买嘛，就好了。好，觉得同意。因为这个有报行政核准部分可以盖公共的问，好，都不要，这要断掉。好，你拿回你的选区社会住宅，到时候这个只住不售了。好，那必须设置你自己负责。好。好，这边发言一下哈，就是希望，因为这个不是只有住都中心的问题了哈，后续就是其他县市政府啊，其他国家。那另外一题了哈。好，那这个部分也希望。那个另外再写主角也有，我觉得另外再想了，另外再写，另外再写。我针对超两天。现在针对官兵的先解决。县市政府是县市政府，他们县市议会自己去处理，我们立法院就是处理中央部会的问题。好 ，OK， 就这样吧。好。盖签名。内容呢？哎，现在在休息了。冷冻点了，你们都同意了，你们市长很容易嘛？你看他做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老柯叫心平气和，看你现在嘴上了，麦克没了。就是不会，用新建社会住宅就拿来新建社会住宅哦，不要挂羊头卖狗肉。来好，签这样应该可以，市长一直讲。张以谦，来签，来签，立刻来签。来签。如果光部没有钱，不用架构嘛，但是就限这个土地做这个作用嘛。对的。好，该怎么样？一起来签一签。然后就这个就内容的，要面签要面签，请过好过，这个简单嘛，我们案子啊，后面干掉就好，自己了解这个工党案子啊，内政部住宅中心常以新建社会住宅名义，依公告限制向国防部购置相应土地，啊，然后最后应将这些土地。盖是原地盖设置住宅，好吧，这样后面都干掉就好了，好吧，好了，那大家签一签吧，签了你就签字，签字的，来，没在你可以签的，那主政党，我们签完。要请时代力量你们看一下，时代力量你们看一下好不好？时代力量看一下。我们两个不仅没有大小人民负责啊。好了，那签的不敢签的，怎么不敢签？没有问题，我是这市长签的，文字顺，市长签的，你他。文字顺一下。那个文字要顺一下，刚才在面前 KK。不是的。在这里博士很多了，柯建铭也是博士，社会博士人是。吴主任长，吴主任长，你们拔牙齿的？不是拔牙，你是社会博士。是不是要加一句“不得你用，不得不得不得他用，不得以为他用啊？”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一样啊。不得以为他用，这样才知道嘛。对了，加个 ending 嘛。这样才顺了哈，不得以为他用，柯总刚就照你意思啊，不得以为他用，照我们的共识啊，哦，申请做社会住宅就做社会住宅，哎，我们两个空地就是空地啊，对了对了，空地就空地，停车场还有什么？
的规定什么就什么了。你要做什么就按照那个名义去买嘛，去移转嘛，不能买来原来说要做社会住宅，买来以后去盖豪宅嘛，不符合社会正义啊。好啊，各位先进，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啊。谢谢刚才这个各党团哈，大家啊，这个凝聚共识。那这个凝聚共识哈啊，我们就作为啊463的附带决议，463的主决议。好，那书这个就印给大家。要不要先读？你们都同意了，不必先读了。主席先读一下。先读一下。有记录。好，有记录。主决议：据了解，内政部住都中心常以新建社会住宅名义，依公告限制向国防部洽购闲置土地。因将这些土地原地盖社会住宅，不得移为他用。好，这样对不对？好，那就通过了，主决议通过。可不可以把那个国防部改国有地？我看不要再横生自己了，你们都已经签了，好，我只照你们签的这样念哦，你们不要再改了哈。其他的单位我们全都在那写了，一样的，好不好？463就主决议通过。好，那刚才我们在开会之前，这个会总召有提到说353案那个要改为保留。对，好，大家353就是空军的那个行政专机的事，好，要改为保留，原来是主席要改保留哈，这个是好，这边也报告完毕，然后我们现在就看464并通案办理，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哈，465并通案办理，466改减列100,000元，没有意见就通过。467改主决议，没有意见通过。468改主决议，没有意见通过。469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通过。470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通过。471、472都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通过。473改减列600,000元，那没有意见通过。474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通过。475改主决议，没有意见通过。476撤案。477改主决议，没有意见通过。478
保留。保留。479，并委托决议办理，没有先通过。院长，院长，稍微等一下哈。来，这个我要请一下柯委员啊。像478啊，这都是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为什么你要去变更委员会的决议呢？这个，因为我们刚才在中午在休我们在这个讨论开会，我们内部开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廖仁婉瑜他们几个都反映了，这都是委员会通过的案子，然后呢？你现在再把它做变更呢？那换句话说，以后啊，各个委员会，你们去做决议吧，让行政部门说你们做决议吧。反正到时候我去找这个柯建铭委员，我就把你的委员会的决议都做变更。这个我相信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都是经过大家的讨论，然后最后行政部门同意。所以我是建议啊。原来委员会在无意通过的一些决议，我们在协商这边就不应该要再去把它做改变，否则你在委员会的时候就是送到协商这边来，你不要在那边同意以后这边再改。我不知道国防部哪一些人去再去跟柯建铭委员讲的。如果说你们由国防部再碰到这种案子，我跟你讲，我就跟你们翻脸了。那就保留好。好，我讲了半天，你们都听不懂吗？那你要我回应吗？当然回，要你回应呢。好，这是委员会没有异议通过的、啊。那个魏总召，委员会通过的完全就不能变更的话，好，那我们委员会整个预算只通过5亿，也不是这样讲啊，老哥。来，我讲完嘛。好，是，对不对？这个问题在已经在地方十几年，都是这样，都是如此，不是今天的发生的嘛？每年都有这个吧？因为委员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参加，所以还有草草箱，才有应该处理嘛。只要委员会通过这样，我们就不能再改的话，那我们何必草草箱？就照委员会通过，那就是35亿啊，整个委员会35亿啊。所以这个东西预算就是做实行法律，和法案一样。大哥，我也是事先就已经试出来，在立法院也行之几十一二十年都是如此，怎么今天才会变成这样呢？但是呢，因为这个和政美经过有关系嘛，那我们当党团有不同意见了、啊，有的我不在那里委员会，他在民众党他就5个人，实际上只有3个人，他们能够说他们完全没有意见呢、啊？为什么他们还可以来这里操一枪？这个1999年以后。我也无法规定以后就是如此啊，我们就尊重讲，我们尽量不会乱搞，这样好不好？因为这个和日本才会有关系嘛，这法就已经写得很清楚，草野乡专章就是如此嘛，1999年1月12号通过了嘛。好，赖委员，我要讲一下哈，那个真的，我们请老柯你仔细看一下哈，委员会通过哈，其实我们尽量尊重，你刚才讲都没有错了哈，但是。他冻结只是写个书面报告，又没有叫他做专门报告，有什么好紧张的呢？你就交个报告就解决了，今天报告一交就解冻了。啊，这些物件啊，一定来这里，好像这个打委员会一个巴掌，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啊。这样啊，何必这样子、啊？本案是有关于就写个书面报告，美方要出售我们11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嘛。你去冻结有什么意义？写个报告而已，有什么？不是写个报告至少半年啊！我们前件也处理过嘛，前件是冻结，然后说美国为什么要写半年？等你听我讲完，国会发价书才来，我们再来解冻。美国国会什么时候发价书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解冻。解冻程序不是这么简单呐、啊，解冻程序左一轮还要国防部送来，然后。到宴会，宴会再交付下来，再转运，审完以后再回到宴会，至少半年呐、啊。所以这个对国家，你上面可以写吗？报告交来自动解冻、哎。没有，我们没有这种程序。就好了。目前没有这种程序啊。你常常误解，那写一张，他现在马上写一张给你就好了。立法有立法的程序嘛，他要写还要照
经过审议委员再照，因为再转下来，再委员再审完以后再转回去，这一趟半年，国家那当初简介就是如此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定翻嘛，因为大家没有思考清楚，你要保障小党嘛。这国会无法选，超越。这个是委员会的决议，不是小党的决议哦。这是因为小党也是民进党团多数的。实际上只有三个，民进党只有五个，他不可能每个委员都有。委员会民进党是那这样子。是柯总召的意思是小党要免动的吗？不是你们要免动，你帮小党。二十年以上了嘛，这不是这样。假如这样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委员叫委员会，我们就全部通过这三五亿就好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我们正坐在这里，没按情况就计较看，不是我不会乱搞，因为他这个有重大关系，所以不得不如此，好不好？我们就已经通过这次了。我是觉得这样子哈，是因为我以第四幕第五幕来讲，我们是觉得很奇怪哈。那个我们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的所有冻结案，都是各军种同意冻结的。那现在你都是免于冻结，我看第四幕就八亿，你们就解冻了，差了快五六亿了。那第五幕呢，我们冻结才十亿，你要解冻了八亿了。那我们到底在审什么？我都不晓得我们在审什么。我是觉得说你要尊重委员会的审查，因为在整个审查当中各军种都同意，而且我们还是降价解冻，因为他们要动多，我们都喊到最低，都是各军种同意的。那你现在在免于冻结，全部都免于冻结，干脆不要审好了。嗯，院长，算了，好，保留，好，保留，好，不要讲了，保留。好，现在就保留。那四七九刚才已经宣读过，就是辩论委员会这一半里面已经通过。那480、481、482都并通案办理。那483改组决议没有意见就通过。484保留。好，保留。没有意见就保留。485。保留。好，没有意见就保留。486撤案。487改减列10万元，没有意见通过。488、489并通案办理。490、491、492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就通过。493好，那没有意见就保留。494保留。495保留。493、494、495都保留，那就通过。496并通案办理。497好。497、498、499是不是一样都保留？好，没有意见就保留。500冻结30亿元，有没有意见？好不好？是。本案是浅见国造的案子，计划内的相关工项跟节点都一约来办理。那今年呢？相关的装备会陆续的交运，是付款的高峰期。相关预算是不是？这个501、502，其实我们的这个提案都写得很清楚，尤其写在501啊。如果你们有意见，我们就保留，好吧？好，那500、501、502三个案就没有保留，没有意见就通过。那503撤案。504冻结1000万元，有没有意见？好吧，504跟501、502都是鱼叉飞弹的案子。504不是投入过吗？504保留好了，好吧？好，504保留。好，505撤案，506冻结1亿元。好吧，506也是鱼叉飞弹案子，建议保留。好。那就保留。507、508、509、510四个案，我们就并通案办理。好，没有建筑通过。511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建通过。512改组决议，没有建筑通过。513并通案办理。514保留。好，没有意见就保留。515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通过。516
并通案办理，五一七、五一八、五一九、五二零，保留这四个案，那就保留。好，没有意见就通过哈。啊，五二一并通案办理，五二二撤案，五二三并通案办理，五二四那没有意见就保留，是不是？对，无人机了。五二四保留，五二五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就通过。五二六并通案办理，五二七改组决议，没有意见就通过。五二八、五二九、五三零并通案办理，没有意见就说通过。再来是五三一并通案办理，没有意见通过。好，那五三二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通过。啊，五三三、五三四并通案办理，那没有意见通过。五三五改冻结一千万元，没有意见就通过。五三六、五三七啊，并通案办理，没有意见就通过。五三八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就通过。五三九、五四零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就通过。五四一保留，五四二、五四三并通案办理，没有意见通过。五四四保留，没有意见就通过。五四五改冻结五百万元，没有意见就通过。五四六改组决议，没有意见通过。五四七并通案办理，没有意见通过。五四八并委员会决议办理，没有意见通过。五四九并通案办理，没有意见通过。五五零撤案。五五一并通案办理，没有意见通过。五五二主决议文字做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五三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五四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五五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五六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五五七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五八撤案。五五九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五六零撤案。五六一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五六二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五六三撤案。五六四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六五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五六六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六七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六八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六九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有意见，我觉得这里面讲的不太合乎事实哦。这个跨年晚会跟海军合作，那第几案？五六九吧，五六九的案子。啊，我报告一下，这个提案委员已经同意撤案。好，撤案是。好，你们都要出声音嘛。好，撤。好，那五六九就撤案。好，五七零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五七一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七二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七三、五七四撤案。五七五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报告保留。好来。保留。五七五保留是吧？保留是啊。五七六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七七主决议，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五七八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五七九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五八零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五八一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有意见一定要赶快提出来哈。五八二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八三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八四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八五撤案。
五八六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保留保留保留。好，五八五八六是吧？五八六保留吧哈。五八六保留，五八六对，保留。五八六对。好，五八六保留，五八七主决议不同意。保留啊，这个保留。好，五八七也保留。对，五八六五八七都保留。啊，好，五八八撤案，五八九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五九零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五九一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五九二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九三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五九四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九五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五九六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九七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五九八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报告五九八建议保留。好，好，那五九八保留。好，没有意见就通过保留。五九九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好，五九九六零零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保留。这个案子有跟那个委员报告过，委员是有同意那个部分的文字修正。修正文字在哪里？好，那再修正文字。好，再修正文字修正，好了，好。好，六零零主决议文字修正，所以大家没有意见的话就修正通过。院长，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通案，就是我们都是三个月嘛，哈，这里面写两个月是不是也是三个月，好吗？好，书面报告三个月，我在这边这是我们昨天的原则。啊，就因为这个都是大家的共识，我这边宣布一下，有关国防部如果属于报告的部分，都改为三个月这样。就说如果有一个月、两个月都不改为三个月，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默契。好，所有的国防部牵涉涉到国防部的，全部就比照办理。好，六零一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六零二主决议没有意见照样通过。六零三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六零四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六零五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六零六主决议没有意见照样通过。这个跟提案委员报告过，这个同意文字做修正，委员同意做文字修正。六零六了。六零六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是。六零七主决议，没有六零七，六零七委员也是同意做文字修正。好，文字修正，好，有做文字修正。好，六零七，等一下，等一下，好，来文字修正，他签的字拿来给我看看，好吧？等一下，全部整理前送过来，好不好？这两个先保留，六零六、六零七先保留。这本里面有了。在哪里？这里面有吗？有，在这里。好，那就 OK。好，那六零六、六零七主决议啊，都修正通过哈，都修正通过。六零八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没有意见哈。好，六零九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六一零主决议，六一零有跟那个委员报告过，委员同意做文字的修正。好，报告修正要修正，国方。对啊，修正。反正都是林德委员的吧？一委员修正，国方委员。好，六一零主决议文字修正，那没意见就修正通过。六一也是建议文字修正。好，六一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意见就修正通过。六一二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六一三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六一四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六一五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六一六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样通过。六二你是支持的。六一七主决议没有见照案通过。报告，这个委员有同意做文字修正，把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已经有签署。同意。好，专案报告改书面报告，所以六一七主决议文字修正，大家同意，我们就做修正通过。六一八文字修正，
那没有意见就做修正通过。619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620主决议报告，本案就是跟前面第256案一样，都是公馆营区弊案，前面已经保留，建议本案也并同保留。好，保留。好，那620保留，621主决议为主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622主决议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623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624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625主决议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好，好 ，OK， 好，可以。有关于国防部的部分啊，国防部公务预算协商公开部分哦，处理完毕。现在改开秘密会议，处理机密提案，请议员。那个都是民进党提案，我们都保留好了，好不好？保留啊，保留。